跳的是真不错呀，难怪学校追你的男生都可以绕着操场排3圈了。九，你有事吗？这个地方确实挺适合做舞蹈室的，不过老师没有告诉过你吗？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我的更衣室了。好，那我换个地方。站住！不让你走了吗？ 首先，这里是公共教室，我已经在占用你说。其次，你说这个教室已经变成你的更衣室了，口说无凭，不会找老师学武。<笑>我们家每年给这所学校至少捐1000万，你的奖学金就是这么来的。你难道不应该求着感谢我，还以为老师会向着你？谁呀？吵死！ 陆城北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怎么了？公共场合，不允许有人在这休息。没有啊。这地方确实挺适合做更衣室的。那他用我的更衣室啊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些惩罚呀？ 当然，惩罚你定。求我，我就帮你。不需要。 当初你是怎么对我的，你不会都忘了吗？江诗琪，我承认是我年轻不懂事，但现在是我和城北的订婚宴，你别想搞破坏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。过去了，有些事过不了，你想放过我，我还不想放过你。 想干什么，汪学美？你说你的人生像不像这条晚礼服？看似华丽，其实上面布满了虫子。让我帮你把这些虫子全都杀死，好不好？我的礼服，这可是限量款，这就这么一件。下次。 可就不是一件礼服这么简单了。订婚快乐！